今天我不是来和你谈工作的，毕竟你这个级别的业务也根本用不着我出面。我这次来的是想和你聊一下夏言的事情，这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吧。来。哎，徐总，这么巧你来北京出差啊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就是夏言的男朋友，所以你和郝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关心。你跟夏言说了这种事儿，你做得出来我却说不出口了。你误会了，那次只是郝经理喝醉。哦，他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，恭喜啊。所以过来见个人说不定就留下了呢。所以我奉劝你玉姐，早点跟他坦白，别耽误了一个好姑娘。你如果觉得难以启齿的话，那我可以勉为其难代劳的。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敢说你就没有私心吗？ S 级员工上线，徐总对每一位女下属的感情生活都这么关心吗？我看不见的吧。你以为你是什么高尚救世主吗？不过也是个挖人墙角的，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挖人墙角？哦，昨天你在阳台上看见我了吧？那你知不知道我后来带夏言去哪儿了？啊？你一天没接我电话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等很久了吧，先上去吧。我给你倒杯水喝。我们谈谈吧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你之前说公司里有个男上司总是干扰你的私生活，还逼你和我分手，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怡？周年庆那天晚上，听说你喝多了，你晚上
在哪儿过的夜。我今天有点累了，要不改天再说吧。我今天就想知道答案，回答我。林浩，你能不能给我两天时间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再谈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告诉我，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怡？周年庆那天晚上，你喝多了没有回家，是不是和他在一起？看来真的不是我多想。李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我本来是想等我都整理好了，然后我再跟你。够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酒店会发生什么，还用得着醒吗？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小雅，你告诉我，为了你，我放弃在北京打拼下来的一切，回到新州，回到你的身边，你就这么对我的？林浩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那天晚上真的只是喝多了。好，就算你喝多了，你明明一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用心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？我本来是想等我辞职了以后再跟你说清楚。这些话你信吗，夏夜？你是不是对他有心了？我没有。林浩，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你以外跟任何人有关系。你相信我行吗？求你了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我都相信到你和别的男人去酒店了，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的担心你有没有淋到雨，怎么回的家。夏夜，你用不着骗我，你要是喜欢上别人，你大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。我知道他比我有钱，事业成功，我样样都不如他，爱情嘛，怎么比得上现实呢？林浩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你相信我。周年庆那天晚上，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，发了很多信息，你都没有回。我的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我就喝了很多酒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我们都先冷静冷静吧。林浩，林浩，混蛋，人渣！